然因为夏天的时候是各种高山植物啊最漂亮的时候，所以你看我旁边这个景色的花园，沙参，超漂亮的沙参，然后旁边有黄黄的，黄黄这个叫做好光光的啦。有机会去再查，因为很久没玩植物了。不过这次很棒，这次到武陵调查，然后昨天在第一神木调查，今天呢我们要越过合欢山，然后再到雾社去。等一下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植物可以看，所以呢各位别忘记，如果有机会呢，夏天大概六月底到八月中，这时候都是合欢山这边沙参最重要的花期。你们看，超漂亮！别忘了哦，路边紫色的花，沙参，沙参还高山沙参，忘光了。